最近不是夏天吗？所以我的皮肤啊，一直都在出油哎。可是到了晚上，我皮肤都变超干，一直脱皮，我超困扰的。真的？你身边我变脸了，我好惨哎！你们看，你看我脸上都长超多小斑的，真的超大的。怎么变这样啊？我最近用了一款隐形面膜，真的超好用的哦。真的吗？你们可以试试看。隐形是面膜隐形？真的吗？我有看到哦，这个啊是电视上介绍的那一款吗？对对对对，我好像是在说哎，听说很好用 ，CP 值超高，真的，没有一起团购啊。